亮亮，是爱休息。可爱的小鸟，通通都是躲在树的前方。可爱的小月不害怕，就喜欢来个缠，对不对？我们去把阿宝找回来好不好？其实你们该休息了。未成年不能喝，成年了也不能喝，我不好喝呀。其实它不可怕，就像电子琴陪我玩游戏，我们习惯音乐以不同方式，我们爱你。小月月，我们今天已经出来很久了，从下午一点到现在快要六点了，你的眼睛都已经在打瞌睡，还不想回家。阿宝也好奇怪，哪里都不喜欢待，就只喜欢待在姑姑的脚丫丫上面，那里又不香。你今天出来也玩久了，够了啦！看看，梦梦最聪明了，总是会躲到温暖的地方。舒展筋骨，梦梦好可爱哟，小梦梦，小梦梦，小梦梦。亮亮本来也是在外面的，但是他老是爱偷咬我，偷咬姑姑就是关紧闭。还躲？躲啥呀？晚一点再放你们出来吧。哎，同意吧？你只能选择同意哦。谁叫你要咬姑姑？小坏坏，小坏坏。说真的，年初四工作虽然忙碌，可是姑姑的脸又变圆了。所以不能吃太多，同不同意啊？不能吃太多，吃太多就会像姑姑变得脸圆圆哦。可爱的小朋友，好了啦，睡觉了，好吧，晚一点再出来。看你的脸，看看我们小月月的脸，小月月，好了啦，该回去了，该回去了，该回去了，该回去的。好了，帮你们开热热，帮你们把笼笼开热热，该回窝窝了。想玩进去休息几个钟头再出来，我们今天有的是时间啊。好啦，就这样，来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嘿嘿嘿，可爱，下一个。好了，拜拜。